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又是周一的晚上，我们在今天呢继续为您直播足球一百分，我是主持人魏宇东。那在复播以后呢，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期节目了。那么在今天我们依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同样呢也为大家请来了不一样的嘉宾。关注一百分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谁。那首先呢还是我身边这一位我的搭档陆叔啊。大家好，我是陆叔，很高兴和大家在周一见面了。那说说我们这位神秘嘉宾吧，其实也不神秘了，对不对？已经剧透了很久了。那么我们要热烈欢迎这个杨志，盛杨志今天光临足球一百分的演播室。欢迎。大家好，我是杨志。哎，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那个先打个招呼说两句啊。大家好，我是魏老师。人说了，魏老师怎么可能这么帅？对对，好吧，今天我就是那个槽点是吧？不能够，不能够，槽点今天是有礼物要送的，所以您不能做槽点。好的，那我们都为什么要送礼物？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对，这一趴可能就有点长了，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首先呢，要从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说起。除了您在电视机里面能看到我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进行收看啊，用手机就可以看了。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发现了，从上期节目开始啊，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支起了几部手机，这是干什么呢？是从 BDV 足球一百分的官方微博当中直播我们的节目。那么希望您能从另外一个视角，另外一个角度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两次互动抽奖。第一次互动抽奖呢，可能我们在这个 BDV 足球一百分官微的预告当中已经剧透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放盛杨志的十个精彩扑救。那么这精心挑选的十个精彩扑救当中，一定有大家自己心仪的那一个。那么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在这个手机直播当中，通过弹幕把您觉得最精彩的那一个精彩扑救编号发给我们。那到时候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扑救播完了之后，杨志本尊会揭晓他心目当中认为最精彩的那一个。如果您跟他对上了，并且您是第一个发来弹幕的，您就有机会拿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奖品。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要不要在这儿剧透啊？在，其实就是杨志签名的这个20版的球衣啊，国安队20版的球衣。对对对，先咱们赶紧跟杨志聊一聊。怎么样？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节目其实也一直没播，比赛也一直没开始打。杨志，你最近都在忙什么？什么样一个情况？跟球迷朋友交流交流，好多人在问。因为之前可能最近我自己可能消息的话，可能就是到华夏跟谢哲他们有那么一个恢复性的训练嘛。那后来可能到了日本以后，我自己也提前回到北京了，因为那时候疫情可能也比较。也不能说最严重，但是也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当时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自己就我爱人自己一个人看着两个小朋友，所以当时可能就从日本直接我就先回到北京，可能就一直就待着了。后来疫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之后，跟着前一段时间也跟他们出去旅游啊什么的，走了一走，因为暑假到时候完事了，可能又得开学了，又没时间出去了，所以最近就比较逍遥一点。那这种逍遥对你来说真是太难得了。这过去十几二十年，可能都没有过这种时光，是吧？这么长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也有。其实2015年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个小伤病嘛。哦，对对对对，就那一段可能也有。淡出国家队以后，可能就这种时光可能会多一点。未来呢？未来还是现在可能自己没考虑太长远，但是肯定会通过自己的学习或者各方面的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吧。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的计划，对吗？那你的意思是？对，首先肯定我今天来了，就是先跟球迷朋友们说一下，就关心我的朋友，或者是自己跟一些对外界吧，正式宣布一下，就可能我的足球生涯就退役了，就正式的退役了。跟着以后的事，可能就自己的各个方面可能会以后会更考虑的再
以后的事吧。今天上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跟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就是足球生涯就是正式的挂靴了，运动员生涯，对对对，是不是职业的啊？其实我觉得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啊，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看了你在队内训练的那个对抗赛，咱们有一堂公开课，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还觉得你的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其实短短一年之间，我相信你依然有能力站在中超的赛场上，但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应该咱们应该是四月份不到五月吧。嗯，跟着那时候可能那段时间我们亚冠的那个比赛来回还有各方面的旅途各方面也挺密的，那段时候其实自己的状态也是在术后以后那一年以后自己的训练各方面呢也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很不，反正我也忘了一场哪一场比赛的赛前的一个训练，就一个很简单的高球，而且不是训练时候的高球，就是他们一个大脚长传球，我就单脚起跳了之后下地了之后自己感觉好像是闪了一下，还也不知道忘了是怎么一个情况。我大概知道，当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完了，后来就断断续续的练了两个月，就感觉水就膝盖一直有水积水什么的，但是也不疼。后来自己又去德国去看了，后来完了，那主任拍了核磁之后说，可能软骨也有一点点小毛病，但不是很大的软骨的毛病。但是后来确实。他也建议手术，你要不手术的话也可以，但是就是可能踢不了球了嘛。反正后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是没有那一次受伤的话，那可能自己的状态也说不定是怎么样。完了后来就没有办法了。确实这两年的伤确实挺影响的。伤确实到了这个年纪对于你来说影响确实是很大，但是后来即便是有这个伤，但是在这个基本伤愈之后你还是谋求继续能够踢。是吧？但是赶上疫情，还是觉得还喜欢嘛。就可能觉得自己其实这块还是没问题的，但确实伤了以后，身体上的肌肉能力各方面的，确实是跟之前没得比。所以，明白。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我们看了很多年，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是我们的这个视觉里感觉它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一个，还是它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杨志，你看相貌上也没变化，它给人感觉也没有变化，它还是那个阳光大男孩。杨志也确实是一个阳光大男孩，这到现在为止也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酷爱守门又能扣篮的杨志。十五年前刚刚年满22周岁的杨志从广东来到了北京，从此就成为了御林军阵中最令人放心的守护神。赛场上他是国安球迷心中无所不能的盛杨志，球场下的他则是十几年如一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可爱大男孩。上面要你33，这个27，对啊，自己感觉对还行吧，数学小的时候好，后来就不好了。我记性感觉挺好的。除了本职的守门员工作，天生的身高优势加上卓越的运动神经，让杨志在篮球场上同样是一把好手。无论三分、上篮还是运球暴扣，杨志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而当时陪他一同训练的谢指导和马政委，如今正带着北京的两支球队双双闯入季后赛第二轮，也是一份奇妙的缘分。生活中的杨志更是爱好广泛，球场内外的每一次活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无论是在国安好声音的录音房里一展歌喉，还是放下手套成为 BTV 特约记者，拿起话筒去采访自己的偶像卡西利亚斯，杨志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当然在采访的时候 NG 王可不是吹的。除了快乐，什么都不要带走。是你们什么都不要带走？没有，没有。哎，开始了。你说开始？是。赛场内外，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杜绝不和谐行为。除了加油，什么都不要带走。我看得上。
综艺感无敌的杨志参加过两届足球100分的特别节目《谁是全能王》，而在猜拳弃锤这个小游戏中，他更是将自己守门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这个游戏当之无愧的王者。开始。够狠了，好狠啊！哎呦，大猪太，大猪太快了，还是二比一领先。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实力呀、啊，这就是实力。很多熟悉杨志的朋友都知道，他最大的爱好还是打游戏。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在玩游戏时的风采吧。漂亮！你送啊！哇！哎呀！这球是谁进的？是大志吗？传球那是大宝。球场上的霸气无双，球场下的呆萌可爱，观众朋友，您更喜欢哪一个杨志呢？刚才这个片子真的是好多回忆满满的瞬间，是吧？主要还看到有唱歌那一段，确实挺让我那个难受的。哪一段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有意思，跟农哥那个录那个的吧。NGN 变那个说的挺难受的那个人，那时候确实对着镜头就一看着镜头就词肯定都老忘，确实那时候就挺那个的。对，你每次镜头采访还好一点，就关键要录东西的时候就挺那个什么的。哎，我听说啊，你有一个网名，这个网名呢叫爱街霸，爱篮球更爱守门的杨志。这个前缀，这个爱街霸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好像2013年还2014年有一段时间，可能我就那时候买了两个那种摇杆，就回到屋里插在那个 PS 游戏里面，就跟打街机似的。对，完了那段时间可能就没事儿，那时候可能国家队那时候集训也比较多，有时候就带着游戏机就去那里就一起玩了。那段时间可能玩那个游戏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改了那个那么一个名字，就再也没改回来了。现在还玩吗？现在不玩了。但那个已经成为了你当时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吗？而且那个放在了最前面。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去广州，那时候游戏机厅比较普及一点嘛，可能周围都有，那时候可能放了学或者什么，就偷偷自己就跑去游戏机厅去看或者怎么样。男孩都有这个经历，我小时候也是。对，跟那时候、你也玩啊？那当然了，爱街霸。我现在也玩，爱播音、爱直播。那个后来就也看嘛，那时候现在后来不斗鱼那些不是老有那时候那些直播的，现在也有，就他们拳皇那些直播的街霸的。那段时间可能就确实比较枯燥一点，可能就看那个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些。哎，我就说呀，这玩游戏啊，大家我不知道，所有玩游戏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它。你别以为玩游戏就是那个没技术含量，那个东西对人脑手眼的那个结合协调性啊，整个神经控制是要求非常高。你想玩好了，那真的游戏高手那全是人尖儿。我觉得你觉得你这游戏水平，咱不跟那个职业选手比，就是说在中国足球运动员里，你的游戏水平算是什么样的？估计中国前10吧，游戏前10啊，就我觉得你都谦虚了，可能分游戏，干什么游戏啊？那比如你觉得什么游戏你最好？就街霸格斗类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吧。你为什么喜欢格斗类的游戏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接触的，在广州街机，他那个像我们广州出了一个世界冠军小孩，他网名小孩，他就是在广州，就他就打遍街机无敌手，就街霸、拳皇，现在到现在的那个街霸、拳皇，全都他拿冠军拿的。很厉害，就我们那时候就街边上全是人，他们就那，但那时候没什么钱，只能看得多是吧？对，就看得多啊，主要是观摩。不仅仅是游戏，还有篮球。杨志这能扣篮这事儿，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咱就不用说了。哎，你要论篮球这个水平，你觉得在足球运动员里，你是不是应该是篮球打得最好的？北京前10吧。刚才那个游戏是什么？是全国前10，然后篮球是北京前10。
就在北京队里面排前十。那还有谁啊比你还厉害的？我们没有机会接触跟别人那个，因为足球运动员可能打篮球的机会还是不多吧，比较少。可能那时候在国家队，欧指导也组织过，就是跟其他守门员一起跟别的球队打过篮球，但也就那么一小范围的了。那其他别的球队肯定也估计得有卧虎藏龙的，咱们也不能太高调了。所以要谦虚一点。哎，对对，就这个镜头，哇，太帅了。其实估计打了踢足球的能扣篮的也有，但是可能各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就是还有投篮啊、上篮啊、意识各方面的，要都综合在一起，可能我应该能排在前十吧。这个镜头可以多看几遍。对，而且你觉得你这个能扣篮，这个是属于我觉得这纯粹的运动天赋吧？你没有刻意练过吗？没有，没有吧？但就是小时候其实挺喜欢的，也通过可能小时候跟着爸爸，他每周可能去两次、三次打篮球，自己就跟着去看，在旁边可能也投投篮什么的。嗯，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词用在你身上不过分，就是说在运动方面应该算是天赋异禀。你什么时候对自己有这个认识？来北京以后吧。哦，是吗？你在广东队深圳那边效力的时候，你都没觉得这样？其实我2001年之前，基本上从自己的青少年或者是什么比赛，我基本上没踢过。哦，可能我跟从小我在体校的时候，我是83年1月的嘛，完了他们都是81、82的年龄段的，我就从小就跟他们一起训练比赛什么的，所以从小的机会并不是很大。就通过2001年全运会以后，2002年的进国青那时候，那时候我才稍微的比赛稍微多一点了。跟2003年、2004年，其实在中甲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没怎么踢比赛，可能受伤了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就那时候就来北京以后彻底是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吧，跟着托米奇那时候确实训练得很苦，完了就慢慢的比赛多了，就各种就场上还有平时篮球这样的可能就更体现出来了。所以北京是杨志的福地，对吧？不到北京来的话，可能我们还没法见到如此阳光帅气充满自信的杨志。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片子当中呢，还看到了我们曾经在这个海南跟我们节目组一起做游戏啊，非常珍贵的这个画面。那当时我们就发现了杨志的这个反应能力惊人，这个是跟做守门员有关系吗？还是天生反应就特别的快？这个我估计是跟自己的神经有关系，确实就可能有时候跟一些朋友打打闹闹，就人家可能觉得就是碰你一下你突然间就反应特别大，就那种可能就是条件反射，就那样，就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就是比别人就是可能就特逗。就抖音现在不是老有镜头，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可能扔一个他打棒球那个，他一抡那个棒，他不是往前的冲你脸上，我就那种下得很快的那种，就而且动作幅度巨大，对，很夸张的那种。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说那个天赋异禀，你知道吗？他可能天生就是适合做守门员的一个材料。这种吃这碗饭的，哎，这个反应能力这是没得挑的。而且刚才看那个游戏，我的天哪！哎，那个这个片子里面没有。其实我当时跟杨志过了一下招，我亲自体验了一下，对，是我。然后呢，我发现我只有一个动作，就是跟他猜完拳，马上我就只有这个抱头这个动作，我也不知道去拿锤子了，也不知道到底我是赢了还是输了，我也不知道防守进攻是怎么回事了，就是抱头，就是猜完拳抱头，猜完拳抱头。那正常啊，正常，跟我猜的差不多，正常是吧？没有天赋这种事，哎，对。那么在今天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提前知道今天杨志要在足球一百分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来告诉大家他退役的这个消息。尽管多多少少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会有些预感啊，但是当从你嘴里说出来以后，大家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我呢，咱们一起看看吧，还有一些人在这儿想跟你说些话，好吧，来。听到这个杨志要退役的消息，比较惊讶，觉得可能在俱乐部15年了吧，大家都有很深的感情，稍微有点小伤感，
而且我也希望呢杨志未来能更好。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希望还可以一起在俱乐部并肩战斗。唯一想说的就是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照顾，从入队到现在你就像我的亲哥一样，帮助我，督促我，鼓励我，无论顺境逆境，高潮低谷，始终都有你的陪伴，有你无条件的支持，志哥谢谢你。我不想说告别的话，你做的决定我都支持，为国安，为这座城市，你的付出，你所做的一切，我和队友都会记得，俱乐部和球迷也同样不会忘记。好好休息一阵，好好陪陪家人，好好养养你一身的伤，充好电，我们等你回来，志哥一起加油。对于志爷的退役，对我来讲，首先我是感到遗憾和不舍，因为志爷从竞技技术到品行都是我们一直学习的榜样，志哥不在队里了，我们向他的学习机会也少了。其次我就是想感谢志哥多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感谢职业生涯中遇到这么好的战友和大哥，我也会继续传承好志哥的优良品质。最后就是想要祝福志哥，祝福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事事顺心，一切都好。志哥您好，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您的球迷，感谢您这么多年来为国安为球迷们付出的一切，只要有您站在球门前，我们的心里是那么的踏实。也不知道您的伤好些了没有，今后一定要多注意身体。不知道您接下来的打算是如何，不过不管您怎么选择，我们都会一直支持您。嗨志哥你好，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球迷，无论接下来你将去哪里，希望你能常回来看看我们。杨志，杨志，志勇双全，加油。从2005年你来国安队看你比赛，我就感觉嘿，这小伙子不错，门线技术扎实，反应快，尤其是颧骨骨折还能继续坚持比赛，就那份勇敢劲儿，我非常欣赏。一晃十几年，你在国安队经历了2009年夺冠，2011年扑出天津队的绝杀点球，再到300场、400场的出场记录，这都是因为你一次次精彩的扑救、稳定的发挥，才成就了这份殊荣。虽然现在你离开国安队了，无论将来你去哪支球队，我一样会支持你，加油。志哥你好，我是杨志，不进球我不改网名，不知道你近况怎么样，我还是会经常关注一些新闻，期待有你的消息，希望你离北京近一点，这样以后有时间我们还能去看看你。自从知道你不续约之后，我对你所有的祝福就变成了一切顺利和一切都好，希望你有时间多发微博和我们互动一下，因为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想你。最后我想问志哥，我还有机会改网名吗？哎呀，就怕那个弄的西哲大猴那些出来的片段，眼睛红了。哎呀，难受啊！其实确实很有感情，那不能聊太多，又憋不住了一下。哎呀，哎呀，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看到这个弹幕上面，大家都在议论，说有位朋友他说他7岁就在仙农坛看国安的比赛。但是因为看了杨志的比赛才真正的爱上了国安。这个我觉得必须得念一念啊。其实西哲大猴啊包括杨普他们听到我跟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我要求他们说因为有100分这期节目，因为杨志要来的肯定要在节目里来宣布这个消息，他们自己那个他们自己就先忍不住了你知道吗，然后你是不是也忍不住了？哎呦，本来我上来就怕你们来这一套。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那时候会这样。第一次就在北京哭的第一次就一个说退役的那次嘛。跟着我就不想弄这些那么什么，就其实就想上来跟球迷好好的说一下退役了。并不是我不想踢，确实身体是不允许了。哎呀，
也一哥，一哥那是哪年来的？就跟一哥一样，80%跟20%什么的，忘了。嗯，是70还是80来着？忘了。确实，现在我也只剩下20%了，身体。对，一哥当时那套词儿还真是挺厉害。这样，咱们把那个一哥本尊请出来吧。嗯，对，行吧。好，咱把一哥本尊请出来，让他把当时那套词儿再说一遍。我们好像都有点忘了。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邵佳一。听得到吗？一哥你好。哎，魏老师好。哎，志哥好。主持人好。哎，少不好，少不好。少不好。一哥难得哈，特别忙，我晚上有时间。今天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刚才应该你也看到节目了。那么杨志在节目里刚刚呢，宣布了自己退役这个消息。对于运动员来说，这肯定是一件艰难的事儿。在这个时候，我想用你几年前咱们我给你主持那个退役发布会的时候，当时你那套词儿80%和20%怎么说的来着？你再给我们复述一遍呗。没有吧，志哥估计跟我差不多，比我稍微的多一点儿。你一来我就笑场了，我告诉你。但你比我聪明，你那让我哭了。你看我退役你都不哭。不是，你退役我乐呀，我高兴。那你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了呗。哈哈哈哈。主要是一哥戏太好，知道吧？这个确实太好。他何止让你哭了，当时我也不行了，你知道吗？啊，那这个我觉得退役肯定对运动员来说是艰难的事。那佳一你是过来人了啊，此时此刻你会跟杨志分享什么样的经验？怎么去度过这个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我听到杨志退役的这个消息呢，确实首先就是遗憾嘛，因为毕竟对北京甚至中国足坛都是一种损失，就是我们在球场上再也看不到圣杨志了嘛，大家叫了这么多年的圣杨志啊。但是其次呢，我也知道这肯定是杨志经过慎重的考虑做出的一个负责的决定。当然我也知道俱乐部的周总和李总也多次的挽留，但我肯定理解杨志的想法，他肯定是希望把他最好的一面留给大家。应该说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对杨志的祝福呢，在这儿一哥你会对杨志说什么呢？首先呢，这个当然了，在年龄上他肯定是我的小兄弟了，祝我这个小兄弟，祝我这个正直、善良、那真汉子小兄弟，未来一切顺利。这是祝福的话。当然，我现在祝贺他呢，是有时间可以好好陪陪家人，来补偿他作为职业球员或者说。几十年在外奔波的对家人的一种补偿，他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了。可是，一哥，你退役之后，据我所知，你也忙得没太多时间陪家人吧？实力不允许吗？魏老师，实力不允许，孩子能力太强，哪都不能缺一个。我觉得，首先杨志退下来以后，他肯定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和家人好好的这个陪陪自己的家人、父母，然后孩子，这样呢，等他稍微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他再次充电，我相信他未来在足球的其他领域，一定会像他守门一样，再铸辉煌的，我祝福他。大致回应一下吧。谢谢一哥。哎，你们在队里头玩游戏的时候，一哥跟你们玩吗？一哥哪有时间玩游戏啊？一哥天天看书。
哦，是吗？哎呀，真的，一个书啊，茶啊，足球，足球，这不是老干部吗？还有家庭，四样东西，嗯，没有别的了，是吧？嗯，游戏根本不可能。对，这已经让他的人生很饱满了，是吧？对，已经很累。这一点可以问挺哥，因为挺哥跟一哥一屋的，我就不敢发表太多了。反正一哥我知道他休息时间是比较早啊，一般天擦黑差不多就该睡了，除非有比赛。哎，那个不至于啊，不至于、啊。说的跟80岁的人一样哈，开玩笑，开玩笑。对呀、啊，啊，对。那杨志刚才说了一哥的这个状态，那一哥能不能在今天杨志宣布自己退役的这么一个时候，说说你眼里的杨志？你眼里杨志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杨志在场下，那其实他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一个真诚、善良，啊。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场上呢，他又有十足的责任感，因为他镇守最后一关，啊，我看到的是他更多的去承担责任。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去指责队友，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其实是对我们北京球迷，对于全国球迷的，真的是一种损失，啊。我也很遗憾不能在电视上再看到志哥在球场上镇守龙门了。好，谢谢啊，谢谢佳怡跟我们连线。哎呀，我这儿可热闹了。哎，一哥确实给我调整回来了。哎呀，全笑场了，我看见一哥。谢谢你一哥，特别棒，一哥，谢谢谢谢啊。对，其实我发现哈，就大家特别是佳怡退役的时候，我现在已经让你一说我就想起好多当时他说的话。当时我记得他感谢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我相信现在你心里，你同样跟佳怡一样都是充满了感恩的一个人，我相信你心里也有很多人想要去感谢，对不对？会是谁呢？太多了、我也没像一哥那样把稿给拿出来。其实我感谢的其实很多人，就像魏老师说的，要感谢很多人嘛。但其实我今天也想了很多，就这两天我想我应该感谢谁或感谢什么的。其实我说最想感谢的其实是我自己。嗯，对，因为可能很多恩师啊，或者队友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人特别多，我都特别感恩或者感激。但是还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必须得感谢感谢。嗯，因为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付出或各方面的，可能也不会有这么一个高度吧。嗯，所以我今天上来就还是感谢自己吧，因为辛苦了那么多年了，还是感谢一下自己吧。嗯，就是对自己是满意的，对，问心无愧的，无怨无悔的。那你怎么评价你自己达到的这个运动生涯的这个成就？其实跟他们的生活或者是踢那么多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所以在比赛场上其实11个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所以怎么样去弥补别人的缺点，让整个团队整个集体能做到最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所以不可能，人无完人嘛。可能有的人射门很厉害，有的体能很好，有的传球很好，都会有失误。但希望我对足球这个就是不要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谁，因为都有自己的长处跟劣势，所以希望在一个队里面的都就是团结，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就是你认为这种东西其实是你心里达到的一个，就是你能够理想的一个状态，是吧？不过我是觉得，你看你联赛冠军、足协杯冠军，都拿到，对吧？国家队也踢了，啊，就国家队可能就是亚洲杯没进到8强那次，对，那是你守的，对，就稍微遗憾一点吧。反正可能自己有那么几个遗憾的点，就是亚冠上回跟全北那一场主客场，咱们输了。没进8强，跟着联赛跟足协杯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了。
应该说你是有非常高光时刻的职业生涯，而且这个高光时刻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门线上，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北京球迷可能我们永远会感谢的人。对，刚才我们这个弹幕上也说了，这期节目废纸是吧说哭了一天了，而且说杨志的这个扑救啊，在我们很多球迷心目当中就是他们的整个青春、嗯、所以当今天可能看到杨志说正式宣布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嗯、很多人说爷青结，就爷的青春结束了、嗯、或者说爷的少年时代结束了。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些高光时刻。好，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顾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编辑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十个精彩扑救。您赶紧拿起您的手机，把您心目当中最好的那一个编号发给我们，有奖品哦。先把这个球挡了出来，啊，这个球应该说罚的任意球质量非常非常的高，曲波又是曲波，甩开防守人，这个头球力量角度都已经无可挑剔了，杨志居然在门线上单掌把球拖出。
哎呀，怎么样，杨志，看到自己的这十个精彩扑救，我们有没有选漏的地方？肯定有啊，有，是吧？有你心目当中觉得应该入选，但是今天没有看到的，哪一个？海滨那个，就有一年我们主场对海滨那个也特遗憾，海滨那个球，因为那个球特别近，完了那个应该是2014还2015年我们主场的那个时候，2014年吧，我记得是。应该是那有一场主场跟天津2-0那一场，那个球应该排在第二吧，我感觉应该排第二，那就心目当中还有一个第一，这个第一是在刚才那十个球当中，对吧？对，所以大家还是发序号啊。我跟你说，这个刚才有一个球，我已经忘了是第几，是不是第八还是第九？那个球你已经往左边移动了。球，然后这时候又打到你右边来，你在往那边移动的时候，怎么又翻过来？再去还能做出那种动作？咱们可以把这几个球都再把画面可以调出来啊。对，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简短版的，大家赶紧的啊。这个是2009年是吧？哎，不对，这是第二个，这也是2009年啊，这也是2009年，这然后2010的这个对。对，大家一定记住序号啊，这是赢得杨志签名球衣的机会。你如果你选的跟本尊选的是一样的啊，您就有机会。但我没想到这个青岛的能录出来，是吧？但这个排不了第一啊。对，这个完全这个就是反应能力了，对吧？但这个天津这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进球，一个扑救。你看看王小龙，第八，你说的是这个。你说是第八个，就这个，对，我说的是这个，就这个没治了，这肯定就是你的这个动作连接能力，这身体协调性了。但另外一个那个，我觉得不只是协调性的问题。回去好好练练，魏老师，期待你的表演。太快了，这个也很厉害啊，太快了，对吧？好，现在呢，我们的投票时间。到了，您赶紧在弹幕上把您心目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个扑救序号发上去啊！我先抛砖引玉吧，我说说我，我猜一个，我猜第六个，第六个，其实我觉得后面的都越来越精彩，是吧？其实后面的我都特别喜欢，包括你说的那一个，是吧？但是我猜第六个，别，我也别猜了，本尊公布答案吧。等一下他们。要不要等等他们？不，你不用管这事儿，咱那个雪冰管这事儿。七特别多，我看这弹屏的话，一个都没出现过。真的吗？这个弹幕七特别多，好多人选7、8、9，就后面的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刻。对，怎么着？现在公布？要没人弄对，可就有一个对了啊！有一个对了吗？看到有一个出来了啊！好，那能不能把这个来公布？来公布吧，直接公布吧。第一个，你为什么会选第一个呀？因为可能当时候的转播镜头可能也没看到，如果有从后机位能拍到那个角度的话，那可能就可能很多人都能看出来。因为那个球首先一个角球出来了，中间的人全是人，就包括他们的高中锋啊，还有我们自己本区的后卫全都堆在那里，而且那个球顶出去以后，那个外援直接就一个弹射。当时候这个球，我当时候的就是我前面全是一片黑的，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快要射的一瞬间，我就赌他这个球就要往我的左边射。正好我也赌对了，正好我想刚往左看或者是扑的时候，我看见球就已经在我这里了，正好那个身体直接就出去了。就是你看见球的时候，其实你的动作也做出来了。这那个球，如果我没有赌那一下的话，这个球肯定就进了。对，如果你愣在当地不动，或者你赌错了方向，肯定是进的，对吧？对。但是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完全凭感觉，就是。但那个球，就算不凭感觉，那球其实也是一个很极限的一个扑救。对。但是你看我扑完之后，其实我的重心已经起不来了。那时候大格把球给踢了。就是这个球。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你看他那个绝望的眼神，这种球都被扑出来了。其实刚才我觉得，杨志给了一个提示，就是。看看这个射门的这个人的反应，就是等你能看见球的时候，球其实已经在你面前了，是吧？你就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就赌了这个球，就如果不赌的话，就站在那里的话，靠自己的能力肯定扑不出来。遮挡得很厉害，前面人很多。好，应该有球迷获奖了，是吧？真的，我一个一都没有看到啊。那个大家问为什么不是第七个呢？
第七个是哪个？得票特别高，是那个反向那个吗？啊，那个扑点球那个嘛。哦，扑点、啊、那个是重要性最那个比较那个什么，但不最重要的，但那个不是说最难的一个。对，对嗯、就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个，是吧？啊、就第一个确实是各个方面运气，再加上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到一起。嗯嗯、对、嗯，所以从业务角度上，这个。第一个，我觉得这本尊选的，这没毛病了吧？这是绝对权威。嗯啊、应该有球迷是中奖的。对，我们会把这件签名的球衣啊，非常珍贵的球衣，送给第一个选对编号一扑救的这位朋友。嗯，但是现在呢，因为我这个手速也不行，我倒，我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出第一个是谁啊。你不用管这个，这个对，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了。啊、对。好，行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主题呢转向国安的部分，因为在周六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北京中赫国安队在中超联赛2020赛季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1-0啊，也是挺艰难的一个比分，击败了武汉卓尔，而且这个比赛前前后后都有些故事，是挺让人感怀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2020赛季的中超赛场多了很多温情的瞬间。换作以往，北京中赫国安与武汉卓尔的对决一定会被翻出各种爱恨情仇来进行演绎，但这一次绝不是这样了。比赛前，武汉卓尔方面发出了这样的一张海报，显著位置上的是北京中赫国安征战亚冠赛场时胸前的那四个字，武汉加油。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懂得惺惺相惜。当然，站到绿茵场上，三分才是所有人的目标。本场比赛，国安作为主场，享受到了现场播放球迷助威视频的待遇，气氛一定是不能和在工体相比，但对于御林军来说，仍然让人热血沸腾。不知道抢开局的战术是不是主帅的部署，但开场仅仅三分钟，国安队就收获了进球。张稀哲送出长传，王刚展现速度优势，急速奔跑中将球卸下，送出倒三角传中。中路无人防守的比埃拉抽射破门。新赛季首次首发登场，时隔一年再度为国安取得进球，比埃拉的回归一定是让所有北京球迷振臂高呼的。只不过在苏州闷热的天气中，这样的进攻与压迫并没能再次取得进球。尤其是上半场补水之后，武汉队也是调整了状态，利用定位球的机会威胁着国安球门。虽然首发了三名外援，但他们彼此之间似乎还没有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也许是缺少了奥古斯托的从中串联，也许是还需要中方球员与他们更多的配合交流。进攻端上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需要提高的，尤其是在门前这种效率上，然后包括一些球员也许是晚到，所以说他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这个调整状态。国安球迷尤为想念的奥古斯托下半场替换进球功臣比埃拉登场，上场仅七分钟他就展现了一脚质量不错的远射。对于国安丝毫不陌生的武汉队主教练何塞随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换人，为了1-2-3出场政策，武汉队用小将王志峰换下了主力门将董春雨。第75分钟，正是这名小将的出击破坏了张稀哲的长传，也是展示了自己的功力。作为国安队的核心，奥古斯托没有了比埃拉的协助，似乎也少了前几个赛季时的游刃有余，与队友之间的配合也略显生疏。加之苏州当地难耐的气候，球队最终未能扩大胜利的果实，一球小胜，三分到手排名苏州赛区第二的位置。八个月来第一场比赛是在这种天气下完成的，对于我和我的队友来讲都是不太容易的，尤其是我在家里面一直在坚持训练，但是没有跟球队一起踢过比赛，所以第一场重要的是能够拿下这场胜利。很困难的一场比赛，因为下半场两队的体能都由于天气受到影响，所以比赛节奏变慢，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取胜。比埃拉和奥古斯托的情况是他们将近有五个月时间没有踢这种正赛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青莱打亚冠比赛，所以说即使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时候做了很多个人的练习，但是我认为跟这个足球的这种团体的节奏也许还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回到队里边也是仅仅的一两周，即使他们每个人练得很好，但是肯定就是训练的节奏达不到这种比赛的高强度，所以说这也是我今天晚上给两个人每个人一定的这种出场时间，希望他们一步步慢慢的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不少球迷表达了对于球队状态的担忧。赛会制的比赛和以往赛季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赢下比赛是最终目的，过程或许不尽如人意，但这支球队依然值得我们抱有期待。赛后，国安众将士来到武汉队的替补席，送上自己的掌声。奥古斯托与巴普蒂斯唐的拥抱，于大宝与卡里索的窃窃私语，温馨轻松的小细节中传达出的仍然是足球所带给人们的力量与希望。一场小胜，三分到手，可以说是可喜可贺。不过呢，我们有很多球迷觉得呀，这场比赛有点沉闷，尤其是相比恒大、上港那样的狂胜，国安这场比赛呢，好像有点不太解渴。那么我们的球迷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我们挑选了几条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啊，感觉如果是这种体能状态，国安每场比赛前六十分钟必须要保持领先，不然大概率就输了。同理，如果其他球队想要战胜国安的话，守六十分钟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人啊。第二位朋友叫赖亚南娜啊，他说往年掉链子都是在这个季节，今年能小胜过关，还能磨合阵容，恢复球员的状态，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觉得还不错。还有哥们儿曾经也瘦过，这位朋友他说现在找状态能赢就行，等到淘汰赛等谁干谁。不一样的态度。那二位你们觉得这场比赛国安踢得怎么样？对，但是谁跟你说第二阶段就是淘汰赛？我反正不知道，因为还都没有定。球迷有这个评论我觉得挺正常的。杨志你怎么看？首先我觉得赢球是最重要的吧。通过赢球把自己的信心、自信心各方面的积累了，我觉得比技战术各方面的要再好都要强。首先赢球了，拿到分数了，咱们之后通过一场一场的再把可能之前刚刚说的六十分钟之前可能特别好，三十分钟之后就可能稍微有点被对手或者怎么样的，就有别的就反击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前面踢得好了，后边稍微有一些体能出现或者是磨合各方面的，毕竟奥古那几个也不是系统的对抗，他刚回来上海没多久，我觉得得需要时间。首先我觉得国内球员肯定各方面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一直国家队的那么多，还有通过平常自己的训练也没休息过，我觉得这些方面，因为毕竟还是天气还是很炎热，对，消耗还是很大的。就我们在空调底下可能看到的，跟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出那么多汗，完全是体会不到。所以我觉得再看嘛，只要赢球了，我觉得这个看主教练怎么去把他们之后的那个调整，或者是控球啊，或者是压迫，或者是整体。就可能别拖太大的节，这个慢慢的让主教练技战术各方面的去提高。我是听说是这样啊，就是球队在第二轮比赛之前这一周啊，是不是每天都是特别大的量，每天特别大的量。那这个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球员都觉得这是欧洲球队季前准备的量，就是那个量是非常大的。大家都会在训练之后感觉到非常累。那为什么会这么练？主教练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觉得球队现在没有达到真正进入赛季的一个比赛状态，对吧？所以他才会这么练，他需要用这种训练方法让球队尽快进状态。但是在这么练的同一时期的比赛，是不会有太好的状态，对不对？对，肯定的。因为像我们以前去冬训的话，为什么冬训的时候踢那么多比赛去，就可能跟强队也有关系嘛。但是你去到欧洲或怎么样，你踢那么多比赛，可能成绩也不会特别好。但这个就是其实一个就是可能刺激更刺激你，让你的身体更加的疲劳。等之后了可能就会舒服了。就可能通过这么一个，它可能强度更大一点，但是可能开始收获并不那么大。但是越往后，可能一场一场下来的话，我觉得会效果会慢慢的好起来，对吧？而因为第一阶段我们的对手老是说这个，我们前两场吧，就是说对手其实实力并不算太强。我觉得用这种方法让球队慢慢的进入状态是合理的，是根据赛程来的。那么其实而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赛会制的比赛，而且
几乎到三个月吧，这个赛会。那杨志你也打过赛会制比赛跟国家队，对不对？就是他赛会制比赛，他可能是这样的，他你不一个队不可能保持像世界杯那种一个月我全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你没发现基本上拿冠军的球队一上来小组赛都很艰难，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这方面经验，而且那时候的赛会制可能也就最多一个月了，但现在可能咱们得有两个月，得每个队得踢十四场嘛，十四场，对，所以这个更漫长的一个比赛的话，可能我觉得状态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是现在拿到的分数我觉得挺满意的，所以。比赛赢得艰难呢，当然是让人有点揪心，但是我觉得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儿，是吧？咱们我觉得这么想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一定得用现在这个费劲一点的这个形式，换来未来一步一个台阶更好的状态，这个就是值得的，是不是？那咱们看看比赛的阵容吧。那这个阵容里头呢，我们看到跟第一场又有不同了，比埃拉首发了，巴坎布首发了，金民哉首发了，三个外援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那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4-4-2菱形站位的一个布局。那杨志怎么分析这个阵型，为什么在中场是这么一个布置？看，可能偏就四个后卫就不说了 可能后腰那方面，李可跟小池、西哲，我估计也是比较偏重于防守更多一点的。跟着前面比埃拉啊、巴坎布还有阿兰三个人，可能更偏向于进攻更多一点。跟着，我觉得这个就是主教练，我觉得就攻守平衡嘛，还是攻守平衡。前面也有快的，也有能传球的。也有能后场大宝啊，跟金敏哉他们几个也有能控球的，能主导就是节奏的。完了，两个边垒的跟王刚就是该插身后的那一下就第一个进球嘛，该他们的特点能出来的时候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我觉得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阵容吧。而且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中场啊叫做这个四小天王，不是四小天鹅啊？好熟悉啊，听着。啊，对，四小天王怎么呢？就是这个个儿都不高，是吧？都是那个节奏比较快、比较灵巧、善于拿球、不丢球、善于摆脱、善于组织的那种球员。他们组成的这个中场，哎，你别说，真是挺有意思的。你这个主教练这么去选择这个。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奥古斯托可能状态没到还不能上打首发的这么一个原因，但是这个中场我觉得运转的非常好，就包括第一场朴成上，就比埃拉没上，朴成上这么组成的四个人也非常流畅的一个中场。你怎么评价这个中场？我觉得他们就是无论从训练从国家队，他们现在这一帮基本上都是国字号的现在，所以我觉得中后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从能力上就不用我去多说什么了，可能就是现在就是通过前面让他们像巴坎布还有阿兰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始进球了，找到进球的感觉了，这样他们我觉得就会，你毕竟进球的越多，你肯定球员的自信会越好，就更顺畅。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时候看他们俩，因为比埃拉已经进了嘛，所以他们俩阿兰或者是巴坎布只要能打开这个进球了，我估计很快就他们的这个配置的话，其实我觉得后面的比赛会也会比较看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场比赛呢双方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数据，也就是说技术统计的情况，用理性的一个角度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的比赛。技术统计上呢，最后比分是1-0，又是一个小胜哈。从跑动距离上，国安队是不如武汉卓尔的，高强度跑，也是比对手要差了200多米，当然差距并不是很大，当然这里边有原因，一会儿让杨志来分析一下啊。控球58-42，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射门反而是武汉队要更多，而且射正双方都只有3次啊，转化率并不是很高，攻入35米区域69-34，这个还是有碾压优势的。传球当然不用说了，咱们基本上跟谁踢在中超，都是这方面数据是碾压对手的。那么但是我们跑动数据上不如对手，这个杨志你怎么分析呢？
其实跑动，其实我觉得跑动距离吧，是可以说是比较就那个能看出来这个队可能跑动多的，但是有时候我可能无球的跑动，因为我们总控制着球，可能我们去回追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没有那么多，可能也不一定说跑得多了就能，我主要的还是得看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控球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对方球门的威胁性这方面，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吧。嗯嗯嗯。而且呢，其实那天呢，真的大部分时间是咱们在控球，所以控球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武汉呢，当然他打得很积极，何塞要求这支球队很积极。武汉他会给你一些逼抢，而且他被你来回调动，他也会有很多这个奔跑。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奔跑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特别有效率的奔跑？这是很被动的一个奔跑。当然，跟那天我们自己全队那个体能状态没有达到最好也是有关，可能几个外援回来的时间也短啊。大家到了下半场，特别是下半场体能，我看了那个传球数据和这个跑动数据，到了下半场是下滑的比较厉害的啊，这跟我们的体能确实有关系，对这个天气啊，这个都可能都是原因。哎，咱们说到这个四小天王的中场，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新意啊，这个赏心悦目啊。咱们今天就请出四小天王之一，张天王。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在苏州的张天王啊，张希哲。哎，希哲你好。白老师，主持人志哥，大家好。哎，你看见志哥了吗？你在你的手机上啊。看见了，一直看直播呢。你们是不是刚才又酸了一下？对，每周一酸。每周一酸啊，都阴着呢是吧？对，都阴着。嗯，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哈，哎，你这么着，你最后吧，最后我再让你跟你志哥说，咱们说先说战术，那个整个这个中场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连续两场你都是打满了，而且应该说发挥的非常出色。昨天那个总体的感觉怎么样？前天总体的感觉怎么样？还行吧，上半场好一点，然后下半场还是整个节奏会慢一点吧，上半场好一些。嗯嗯，那么你觉得这个体能下半场会出现下降，客观上肯定有天气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自己也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状态还在往上调？对，确实是那么久没有踢那种正式比赛了吧，然后包括在这儿天气也是那么就是前段时间还好，还一直下雨还好一点，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会温度又高一些，湿度会更大一些，然后包括队员之间也是有的外援不是刚回来嘛，然后之前没有系统的训练，所以在这种磨合上体能上会还是需要一两场的时间嘛。嗯，2分40秒就进球了，应该说球进得非常快，也正是那个球奠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那是不是抢开局是教练布置的这个一个指导思想？对，教练也是希望我们能进入状态快一些，因为他也提醒我们天气比较热，然后一定要从第一分钟就开始能把节奏带起来，然后能就是从上来就压制住对手吧。然后也很幸运，然后能在这个天气取得一个那么快取得领先嘛，然后后面就会踢得比较容易一些。嗯，那应该说这个进球呢，你要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劳，因为是你在中场的一脚长传策动的。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进球的画面也切给你，也切给电视观众朋友们了。由策动进攻的希哲自己给我们讲解一下当时你的这个思路和你的技术运用，好不好？行。就一开始还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后场的一个界外球吧，然后我们想是通过一个转移，因为武汉在这边人有点多，然后通过转移去就是调动对手，然后一个转移对方就会有很大的移动，然后我又再次拿到球，我先是注意比埃拉的那种接球的位置吧，然后但是那个线路被刘云给封住了，没办法传给比埃拉，所以我就看到右路有王刚的插上，然后选择把球打到对方边后卫的身后，然后利用王刚的速度，然后他正好也快一步，然后完成了倒三角，然后比埃拉最后这个射门应该这个世界级的。对，
因为你这脚的长传球应该落点力量啊恰到好处，所以王刚呢，又用他的身体优势在速度上碾压了这个张成林，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球员的特点的最充分的一个发挥，而且比埃拉的那个跑位非常聪明，是吧？就是他王刚跑到那个位置，他不可能再把球往别的地儿传了。是不是只有那个空间？他没有一下子就往前冲得很快，他就一直等着王刚，就把球能确定他能倒三角的时候，他才跑到正好需要他的位置。西哲传出这脚球，是不是也觉得对自己满意吧？挺好的，传的还行，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其实你这场球不只传了这么一脚球，还有好几脚呢，是不是？有一巴嘎木那个挺可惜的，有点越位。那么你们四个人啊，就是这次，就比如说这次的这个首发，你比埃拉，这个小池和李可尼可，就是你们四个人在中场具体的分工是什么？因为尼可还是偏防守一些吧，然后咱俩还是希望如果比埃拉回来接球的话，我跟池荣国会有一个人会更靠近锋线一点，去对方的两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去接球，他希望在那块能打出配合。刚才我们在谈，就是你们这个中场啊，这个四个非常灵巧的，非常有才华的球员组合的这么一个中场，你怎么评价你们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也踢了这么长时间了吧，然后彼此也都比较熟悉，然后包括对这个阵型的理解，然后所以就在场上就是正常的一个踢法吧，就是我们去追求的这种传控踢法，就是在场上，就是那么去踢吧，就应该就那么去踢了。下一场比赛会怎么去改进？就是我们应该是不是状态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肯定会是一场比一场好，因为毕竟上场天气很热，大家也都适应了。然后下一场会，我觉得体能状况啊、精神面貌会，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因为之前是让你给志哥录了一段视频，说几句话哈。现在这个都在线上了，你志哥也在呢，你俩也好久没见了，你俩有俩月没见了吧？差不多吧，是吧？你俩就聊两句呗。当面说。俺俩天天聊。当着那么多人面怎么聊啊？啊，合着你们聊的都是不能见人的事儿，不可告人的。该说的，其实我俩之间像我说的，我俩之间就是很多话就。不需要说太多，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个眼神什么，大家都心里都很清楚吧。哟，你俩真是举案齐眉啊！主要西哲他也没什么足球上面的太多让我那个给他就是抠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基本上都比较完美。刚我也看到球迷说这两场西哲的状态挺好，对，确实他这两场比赛通过他的跑动啊，他的。传球还有他的防守各方面的，确实，今年你希望他的这个劲头能一直保持下去吧。这是杨志，这是对西哲的鼓励，对西哲的期待，是吧？这也是我们大家对西哲的期待。行了，谢谢西哲，谢谢啊。好，你看得出来，其实他们真的挺累的。确实，因为。他们现在就赛会制就是这样，训练比赛，确实他们也没办法，他就得球员嘛，什么东西都得去适应嘛，所以这个赛会制就看哪个球队更适应的快，更占据就优势，我觉得就对球队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就你分肯定一开始你就拿两场胜利就六分了，你后边的你想追的话其实也挺难的，就慢慢的积累上去的话，因为毕竟不是十几个队，不是主客场，就赛会制其实就一开始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对，好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拿到六分，对，两连开了一个好头。对，这个而且这个 B 组也就是苏州赛区这一下。
好像就是形势就跟我们赛前估计的是一样的，两轮过后就是只有两个六分的队了，嗯啊，这就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再去分析这个形势，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战术的一个分析的板块。我们说这四个中场，他踢得好，他到底好在哪儿？他不是说就因为这四个人能力强，他就能踢好。其实这里边还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术安排的。我们不妨呢一块儿来看一看，在进攻端，这个让杨志也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个四个中场球员他们是如何来组织和站位的。可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是进球那个吧，是不是进球那个？没有，这不、啊、这不是那个啊，这第一个机会、啊、但是没形成射门啊。对对对，你看这四个中场这个时候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菱形啊，李可在后面是保护，然后呢西哲和池中国是一左一右，而比埃拉这个时候是在最前面的。这是巴坎布回来接球以后，哎，你看西哲是菱形站位里面左中场，但他不是左边锋。但是在进攻的时候，刚才西哲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比埃拉回来接了，那么西哲会往前插。这是巴坎布的一个传球，西哲一对一的机会，哎，这个球啊，就是巴坎布多跑了一步，是吧？可能当时你看他滑了一下，可能也稍微、可能西哲传后了一点点、或者是巴坎布稍微跑快了一点、一会儿咱们再说这滑的事。这是那个进球、就是一个界外球发展出来的。这个球很我觉得很独到的一个地方，就是王刚接球以后的前插才给西哲制造了传球的空间。当然西哲这个美妙的脚法咱就不用说了，这球正好西哲跟王刚对了一下，应该是、对了一下，对西哲的意思，你得插下去，对吧？对了，眼神了，差不多了，就可以塞进去了。比埃拉射门的脚法当然是，一个非常一个美妙的瞬间，就这个空间得是传跑的人共同发现，或者说他们共同创造。就这种在训练里是不是经常打出来？因为你看他们现在九个人就在中间了、这种球只能是通过两个边路去突破嘛，要不就是制造定位球。所以这个通过边路的话，你看还是比较实用一点。对，而至于他们为什么是九个人，就对手的九个人都集中到中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四个小个子中场，他们在中场给对手的他们的传切呀、给对手制造了太多的防守压力，把对手全集中过来了。然后这是池中国的转移球，其实你看池中国的转移和朴成还有这个张稀哲的转移，包括李可，这四个人都有长传转移的能力。这种转移就是在我们攻坚战的时候去撕扯对手防线的最有效的方法。大宝是这场比赛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向前传球最多的球员啊。当然，毫无疑问，这是他位置上决定的。这个时候，你看拿球之后，李磊可以有两个选择。我们三个中场都在中场他身后这个位置在接应。你看王刚，其实这球他也插了。其实西哲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传给刚刚巴坎布，也其实也有可能传到再身后一点，就是王刚插进去的那个位置。你看西哲总是能够拉出一个空间啊，找到一个最舒服的不会有对方逼抢的一个位置，就证明四个人他们相互之间都能制造空间。这就是西哲的一个转移球到边路，你看又是把所有人都防守人都吸引到中间来了，然后边路走廊打开了，这个时候李磊和王刚就有机会了。这是阿兰的那个头球攻门，其实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最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战术，是吧？这是奥古斯托，这个时候已经换下比埃拉了啊。这是下半场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奥古斯托在前腰位置上拿球的时候，其实按照教练的意图，奥古斯托是还是要打直接跟比埃拉对位换人。他们俩的类型其实都基本一样，组织突破射门都可以。对，奥古斯托上场以后的射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拿球的时候，几个中场球员他们相互之间的站位接应，这都是非常合理的，都是大家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思考比赛。这是比赛上厅补时了，是吧？
这时候奥古斯托有两个选择，他选择了池中国，因为池中国可能面临对方的防守压力更小。对，这个是我们看在进攻端啊，进攻端四个中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官上的认识。那么这还是在奥古斯托和比埃拉都没有在100%状态的情况下，这还是在朴成这个生病的情况下，朴成这场比赛没报名是因为生病啊，没有别的事儿啊，这个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据我所知。然后另外一个大家担心的就是奥古斯托换比埃拉，是不是比埃拉受伤了？我也问了，没有，比埃拉完全没有受伤，啊，这只是教练员一个既定的一个调整，就是他跟奥古斯托一人打半场，啊，对，这个让他们都找这个比赛的状态跟感觉，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进攻了，还有防守，那防守上呢，四个中场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坚实的这个中场的补位，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是武汉队的持球，我们看从比埃拉他跟两个前锋是站在一起的啊，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就让对手的中后卫出球就变得困难，对不对？比如防守的时候，其实我们站位是一个4-3-3，让对手的四个后卫出球就变得困难。一旦这个球要是对手中卫把球倒到边路了，你看张成林是左边卫，他在边路拿球，那么立刻池中国就会补到边路来挡住对手边后卫对球的控制，也就是池中国和张稀哲也在这个半场的时候就要负责对对方边后卫的阻截。然后当球回传回去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比埃拉、池中国、李可这几个人他们的站位，他们是完全封住了对手向前传球的可能性，也就是对手没有办法有效的向前传球，就只能开大脚，要不你不进攻总不行啊。所以球权立刻发生转换，我们就把球给抢下来了。你说这个抢法其实大家都没费什么太大的劲儿哈。当然这个转换呢马上又发生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控球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接着是埃弗拉，不是埃弗拉，是埃弗拉啊，对，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是弧顶处的空当，西哲的回防，也就是我们三个后腰呢，其实都对中场的中路，就是这个禁区前的中路，对，在后卫之前的屏障嘛，对，他都有这个防守的职责。这个球是主裁判给西哲出示了黄牌那个球啊。接下来看我们这个除了李可之外，李可是正面皮球，另外三个中场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要回追的一个态势了。这是王刚收进来的一个保护，你看西哲又回到了，他是左中场，但是现在他回到了场地的右半边来参与到这个防守当中。这就是在后卫对持球人形不成有效距离的时候，我们中场的这个后腰球员啊，对，迅速的对对方的持球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跟进。这是奥古斯托向前压迫的一个逼抢，那么他在整个阵型的最前面，他就要带动其他的所有人共同向前。就是从整体移动来看哈，现在我们应该说不是逼抢最凶狠的一场比赛啊，受制于各种客观的条件，但是从整体移动来看，国安队应该依然是中超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一支球队，是吧，杨志？对，你看他每个球接球之前，其实武汉他接球传球的话，其实他自己也不是那么舒服的，因为他刚接到球，还没转身，还没抬头呢，人已经逼上去了，他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选择一些回传或者是横传之类的。这个球呢，其实是我们比较被动的一段时间，埃弗拉转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防守啊，非常好，四个后卫，三个中场，两条线站的距离合适，位置也很舒服。尽管对手是得到了一个好机会，但是由于我们防守迅速落位，就是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这球我们看看李可的运行轨迹啊。李可这个时候应该是发现了这个空当，
他发现了这个线路。因为如果这个球里克不向前这一步的话，就被埃弗拉接到，埃弗拉接到左脚就直接能抽射，是，对吧？他可以一脚顺着这球就可以比较危险了，这个距离就。所以杨志，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几年我们有马蒂奇，有这个拉尔夫这种比较典型的纯正的防守型后腰，对吧？他是中场就是为了去扫荡去抢球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阵容里，即便是李可，我也认为他不是那种纯正的防守型后腰。那么我们这个三小作为三后腰，或者就是说四小天王这么一个中场布置，和有马蒂奇拉尔夫的那种类型的球员的时候，他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首先是中场那几个球员，他们相互之间有你得有一定的默契，因为你逼抢的就时机，我觉得是很重要。像刚刚镜头很多，像小池啊，还有李可啊、西哲他们的逼抢上去的时机，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跟着他们通过这个逼抢时机的话，会让自己的后卫像大宝、像于洋他们下半场那样，他们会更舒服一点，就不用老回身去追着让人家塞身后的这种球。对，他们后卫是最怕这种球的，所以他们通过这种屏障，其实让对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威胁身后球的这么一些威胁球的话，他们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可能照个犯规或者踢出边线了，他们又可以把整体都维持他们四个人在那里传控，或者是攻守，就那个攻守转换的时候，他们这个东西其实跟我觉得防守型的后腰可能他做的更多是，就可能人家高速的带着球，就有威胁的那种球，你可能防守的后腰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判断提前去把这球给处理掉，但现在基本上是不需要他们做这些就是那么难处理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这几个可能通过这种时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他们对足球的理解，什么时候去逼抢，什么时候去协助这种东西，他们四个已经有很高的默契，而且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做出这些事情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那种纯正的防守后腰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中场的其他人员的这个质量是够的，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可以大家集体实现，马蒂奇、拉尔夫他们两个在场上的功能的，对吧？对，而且可能还不那么就不会太费劲，应该就可能有时候危险球出现的时候是通过像马蒂奇啊、那个拉尔夫他们的那个身体去就可能拼球的时候更需要他们出现，但现在我感觉他们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逼抢的能力，或者是不会让对手有太多的这种威胁性的转身还有传球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会给后卫带来了很大的一些轻松了，就作为后卫像大宝他们就肯定会在后面更轻松一点。对，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后卫他更多的承担的是一个组织功能，就是大宝和金明哉尽管没踢全场啊，但是他的传球次数依然是非常多的，而且他的向前传球啊，这个次数好像更多啊，好像比大宝还多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一下这个数据。我们一起稍事休息吧，然后在这个回来之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连线一下天津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王寅初，来看一看我下一个对手天津泰达他们准备的情况。说来也真是快哈，那周四的时候咱们就会迎来中超第三轮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是天津泰达，那这是老对手了。杨志，那个101分钟就是对泰达，
是吧？那点球扑点球那个，西哲照的点球啊。对，哎，长庆还西哲呀？西哲照，西哲照，对，西哲，对，西哲那时候还不是十号呢。嗯，对，那么再对泰达，我觉得这两队在这个赛季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不一样的赛季里面，可能有些一是物是人非，二是大家都其实没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自己的状态里面哈，所以有好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下现在对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马上来连线天津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王寅初。王寅初你好。哎，师哥好。哎，你好。昨天晚上我刚刚看了这个泰达的那场比赛，真是惊心动魄。你会怎么评价？你会怎么评价泰达那场二比二？我觉得昨天晚上那场比赛还是比较幸运的吧，或者说是比较侥幸的吧。因为坦率来说，昨天这场比赛其实重庆当代队踢的要更加出色一点，而且他们上半场比赛还曾经浪费了一个点球和一个空门的机会。而且最后龙皓进的这个球我们都看了，应该说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蒙的，或者说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运气球啊，运气球。那个球其实它是没有踢正部位的，但是鬼使神差的掉进了球门的后角，泰达队可以说最后是个捡回了一分。因为如果是两场比赛都输了的话，再加上第三轮打这个实力强大的国安啊，很有可能是三连败。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施蒂利克和整个教练团队的压力就会太大。嗯，可以想象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啊，因为之前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过前两轮这个比赛打下来呢，一平一负拿了一分，对吧？那么你对球队的这个状况是怎么分析？这个赛季泰达队可以说是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最困难的一个赛季。虽然说其实每个赛季泰达队现在都比较困难，但是过去几个赛季的困难主要是到了赛季的后半段，尤其是到了收官阶段，那个时候要为保级而战，可能会显得比较紧张。但是这个赛季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再加上主教练施蒂利克有184天左右的时间没有在队里，所以他对于整个球队目前的人员的状态，包括新引进的这些球员的能力啊，还有他们的竞技状态是什么样的，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场上，包括昨天对重庆的比赛，很多的这种攻防转换的情景之下，施蒂利克对于球员们的表现是不甚满意的，也在场边比较罕见的有更多的这种肢体语言，而且情绪表达的比较激烈。所以这可能也是泰达队这个赛季的最大困难。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随着瓦格纳的这个突然间的解约退役啊，杨帆的离开，买提江的离开，三条线各走了一个上赛季的绝对主力，再加上这个赛季的引援工作又是不顺利，现在泰达队是全中超唯一的一个只有3名外援的球队，是外援人数最少的球队。而我们也都知道，昨天乔纳森又受伤了啊，大概率可能打国安这场他也踢不了，所以再加上阿奇姆彭第一轮比赛就受伤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可用之人已经是非常少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困难，所以接连的这两个困难可以说给这个赛季的泰达队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你也提到了这个乔纳森的受伤，再加上阿奇姆彭在第一轮的受伤，那么据你看周四的比赛这两个外援能上场吗？你说我要不要跟北京的观众说实话呢？是这样啊，就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啊，据狭道消息啊，这个乔纳森应该说可能上场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他是这个小腿的肌肉拉伤，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第一轮比赛当时为什么没有让这个乔纳森上，也是因为他当时的伤势并没有完全的康复，同样一是为了保险起见，二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体力和状态来应对与泰达队同在一个档次上的重庆，所以当时也是雪藏了这个乔纳森。但是没想到打重庆场比赛他踢了不到半场就又出现了伤病，所以足以见得他之前的这个伤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康复的。而阿基姆彭的这个受伤周四能不能踢我现在真的也不知道，当然作为我们天津的球迷来说当然是希望他能够上，因为要知道他是上赛季泰达队唯一的一个全勤的球员啊，打满了每一轮的比赛。如果他不上的话，确实对球队的进攻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打国安这样的强队，泰达队肯定还是要打这个稳守反击的。那么如果没有阿奇姆彭这样一个速度奇快的反击点在的话，这个战术大概率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现在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乔纳森应该是上不了，但是阿奇姆彭能不能上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OK， 那昨天最后时刻呢，我们也看到了主教练施蒂利克祭出了这个高大的外援中卫打前锋的一个战术哈，同时跟肖振打一个肖智打一个双高。那么这个是训练里边既定的一种套路，还是说昨天急救章的一个安排？嗯，其实巴斯利安斯在上个赛季的某些场次的比赛里，在最后时刻是曾经客串过打这个中锋的，因为毕竟他有身高。而且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踢过边路、边前卫，也踢过前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是呢，这个赛季巴斯蒂安斯和施大爷是一起从德国回来，刚刚结束了隔离，而且整个在这个海外拉练的期间，他也没有跟队去集训，所以昨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就让巴斯踢，而且还让他打中锋，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本地的媒体没有想到的，大爷会用这样的一个招数。但是你说巴斯打中锋这个事儿，在上赛季实际上是有发生过的，但是这个赛季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对外援本身人数就是最少，再加上两个前锋又都出现了受伤，而这个赛季特拉队在中卫的位置上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包括和扬帆交换的这个咱们国安的雷腾龙，包括引进的南通之云的这个队长宋岳，还有现在已知存在的像这个邱天一啊，像刘洋啊等等，所以中卫位置上还是人手比较充足。那么不排除说后面的这个比赛会不会让巴斯所谓的这个不按套路出牌变成了一种正常的套路，这恐怕也是需要我们在后面比赛里再去看看老帅是不是会把他真正的就放在锋线上，让他和肖智做一个轮换，或者说形成一个双塔战术。但是你说到这个巴斯蒂安斯的使用问题呢，咱就不得不提到后防线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天津队这两场比赛啊，确实，后防线上出现了很多，我觉得应该不应该是天津泰达这样的队伍该出现的问题，你怎么去分析这些呢？这其实还是和之前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三条线各走了一个主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熟悉天津队的球迷都知道，上赛季实际上泰达队的正印的中卫组合是刘洋配搭巴斯蒂安斯，包括杨帆是在中卫位置上也打过，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也踢过，所以这个赛季随着杨帆的离开，再加上巴斯的这个归队时间太晚，所以导致整个后防线上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因为我们知道后防线表面看是四个人，但实际走了一个人之后，他这个变化就非常大，因为需要整个队员之间的重新的配合和默契。而大邱呢，在上个赛季其实比赛踢的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呢，导致他和刘洋两个人的这种配合的默契度是不够的。那么再加上两个人国产球员的能力确实也比较有限，所以这种情况呢，在这个赛季把这个后防线，尤其是双中卫这个位置上的短板就暴露的比较明显一些。因为我一直在提啊，像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尤其是这个赛季的这种赛程比较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对球队的阵容的这种短板凸显会非常强烈，就你阵容里的这个短板一定会在比赛里面极大的凸显出来。所以昨天张外龙制定的这个战术就非常的明确，就是冲击你两个边路，唐望松老谭这一侧因为年事已高，回防的速度呢是不够的，所以他冲击这一侧，而赵宏略那边呢又比较善于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档留了出来，也是张外龙去狠抓的。当然泰达队这边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部署，用刘若凡啊冲击陈雷阵手的那一侧，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就是对方现在教练对于泰达队后防线已经是有了一个充足的预案了，或者说就你所谓打蛇打你七寸，或者叫这个柿子专拣软的捏嘛，就你现在整个球队最弱的这个环节就是在后防线上。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张伟龙还是接下来周四的热内西奥，肯定会在这个泰达队防线的这个薄弱一环更多的去打击去做这个文章。不过球队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发生变化的球员，反而是这两轮比赛里面大放异彩，就本来更多的在以前是打左后卫的这个荣浩，现在打到左中场，甚至是有点像是边锋这么一个位置了哈，两场两个球了，你对他怎么评价？荣浩这个赛季确实是我解说当中也提到叫铁树开花嘛，因为他是来了泰达队之后在联赛里从来没有进过球的，但是这个赛季居然现在喜提队内射手王，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了目前泰达队在进攻端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上赛季球队是用这个阿森纳组合可以说大杀四方，而且上赛季这三个外援的进球数占到全队进球数占比的88%，这是全中超外援占比进球数最多的一个比例。但是这个赛季随着瓦格纳的突然间的解约退役，再加上阿基姆彭和乔纳森同时出现受伤，阿森纳组合不复存在，所以再加上肖智又是这个赛季刚刚引入过来，他需要去
适应这个球队的打法，需要去磨合，需要去适应老帅的战术思路，所以说他不太可能能够起到一个即插即用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东边不亮西边亮，把荣浩从边后卫的位置提到了边前卫，发挥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而且更加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球他都是用右脚来完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荣浩他是一个以左脚为主力脚的球员，这个赛季他的两个进球都是用右脚来完成的，这也确实让我们觉得有点没有想到。所以这可能也是泰达队目前来说这个赛季如此之多的困难和阴影之下透出的这么一丝光亮嘛。希望这个荣浩也算老将了，能够在后面的比赛里面继续这样的发挥。对，其实荣浩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球员，那么他的这个爆发绝对不是偶然，我认为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必然的存在。好，谢谢银初，谢谢。这是天津电视台的评论员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泰达队的一个介绍。哎，荣浩是你国家队的老队友啊。当时荣浩跟小邓他们俩从江苏，就他们冲上中超以后，他们那个赛季一开始发挥的，他们俩就直接就进国家队了。他那时候他出了名，就是那种越是困难的比赛他发挥的越好。对，他就心态属于那种，也是我估计跟老朴差不多一个类型，就是压力越大的比赛他可能发挥的越好，就那种心态。但我看他确实这两个射门，第一个射门可能是他很聪明嘛，他就不踢起来了，你就说对上港那个球，对，他这定位球他没想着，现在大家看到就是这球，这个球首先我觉得像小严他肯定他们平时训练了，他们那个上港也防这个，他要求他的那个他的人墙要跳的话，你看他后面特意选了一个人给他挡着要踢低球的这个，但可能他做的不好的就是刚好也运气不好，他从那他的脚的边上踢过去，那守门员可能一下子这反应可能就没那么，我猜他就后边跪着这个他是怀疑荣浩要用左脚踢，所以他跪在那个线路上。他那时候好像那阿奇姆彭好像左脚站在那边，可能有两个人在那块，他可能也防那么一个。他觉得就是反正他，我觉得这球可能是他们要用左脚发，所以站在那个线路上。没想到荣浩是右脚踢的，是吧？可能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这人墙跟他那个后面想挡的那个人还是配合的，因为估计是第一次用嘛，在正式比赛上。如果他可能那个后边的那个人，像之前看欧洲联赛的时候，跟巴萨有一个人踢的时候，好像欧冠还是什么，直接就躺在那里，就躺在那里，只要不守球了，那个球你只要打低的，基本上他可能帮守门员的范围可能会更大。但他现在可能就蹲在那块半蹲，或者是跪在那里的话，面积不够，他面积可能还是稍微对吧？没有他那个路线可能没算的那么准。那么防荣浩的任意球现在看来是我们备战当中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功课。你对荣浩这么了解，哎，你不妨给小郭，不管是小郭打还是谁打，你给点建议呗。支招，咱们就不给他定位球不就完了吗？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吗？对，但他的任意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以你像他这一球射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更多以。就是当时他自己的感觉吧，打巧，对是吧？打巧，看他可能看那个守门员的站位啊，还有他自己当时他自己的球感各方面的，我觉得他更多以巧为主吧，要荣浩射就是动脑子的啊，是吧？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下一轮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可能我们更加的期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手可能现在状况比较多，但是不意味着这场比赛就容易。是。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比较轻松的话题。在这一轮的中超当中啊，出现了很多槽点，让大家可以吐槽的地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青岛黄海队，他们的本来要来上任的这个主帅突然是辞职了，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重大消息！前青岛黄海青约主教练马钦不来了！谁都没想到，青岛黄海今年开赛一波三折，新教练还没上任就自请下堂，才两轮就上演了下课的戏码。而就在今天中午，被戏称为支教型主教练的吴金贵临危受命，而合同期仅为四个月。青岛黄海的主帅座位火烧屁股，广州富力的门将火烧眉毛，
主张全攻全守的范布隆克霍斯特上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抓防守。热身赛堪称后美丽足球时期的广州富力，在联赛头两轮就被灌八球。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对手前场美如画，自家后防破如渣。最近李霄鹏指导很是烦恼，身价最高的外援格德斯因为抵达时间较晚，只能被雪藏。早早随队训练的莱昂纳多开赛前伤了，状态不错磨合几周终于上场的卡达尔几分钟就红了。说好的助六爆五上四，新赛季强力引援的我怎么就剩三个外援了？上周思考人生俱乐部又迎来新成员，中甲金靴奥斯卡在前场喜获捡漏球，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想到了很多。首先要感谢自己的祖国，感谢中超联赛，感谢石家庄永昌让自己有机会遇到这命中注定直接面对门将的传球。在摆腿的刹那，庆祝动作已经了然于心，可惜天津泰达独秒绝平重庆当代，让球迷们大呼不可思议。而同一时间观看转播的观众们还正跟随导播一起回味张外龙的帽子戏法。有人说张指导的这次炫技翻车了，那么这个头球您打几分？哎呀，最后这个镜头真的是让我觉得可以多看几遍，过目不忘。那当然了，咱们还是从这个马青的爽约说起吧。二位怎么看他的这个解约？他说呢，是由于这个家人可能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各种各样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呢不能来赴任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二位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应该，如果这个原因啊，我们肯定要相信他的这个他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什么比生命重要。对。对，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没必要去骗人嘛，对不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既然出来了，就再找一个呗。对，但是找一个现在确实不好找啊。这个联赛已经开始了，那二位有没有脑洞大开一下？杨志啊，对，现在可能他们只能找本土的教练，对不对？啊，对啊，对啊，对，外教不太好来了。其实他这个主教练没来之前呢，他带他们的这个。肯定也一直有这么带一个，那我觉得就肯定是继续让这个教练继续带下去。毕竟他还是更熟悉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还有每个人的现在的个人能力各方面的。我觉得没必要就是现在踢着比赛的时候又突然间来一个又不知根知底的。所以我觉得先踢着呗。反正下一阶段像魏老师刚刚说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制度或怎么样的。对对。哎，好，你现在是什么级别了，教练 ？C C 啊，你自己偷偷把 C 学了是吧？什么叫偷偷？咱们那时候一起上的 D。对。你也装作不知道。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呢所剩无几了，到了要发奖的时候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请盛阳志，我们来倒计时5、4、3、2、1。啊，然后咱们完成截屏，你不用截了，那个咱们雪冰，好，我们有工作人员截屏。好，那杨志，你来倒计时，5、4、3、2、1，咔，对，哇，不知道是谁哈。那一会儿我们在网络直播的时候来这个公布这个获奖的情况啊。那这个未来你会不会当教练？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得学嘛，现在还没学，也不是说学，还是得需要系统嘛。毕竟，自己是守门，会守门，但是教这块，教练跟球员还是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还得去学，跟一些可能跟一些师傅，或者是跟一些守门上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足球上面教练的这些东西，还是得去学吧先。哎，是不是要到再往 B 就得分守门员教练了吧？对，是吧？就等于 C 完了可以学守门员的 A 啊，就是那个一个级别，完了再得学完 B 才能再去学守门员的级别。非常感谢杨志今天来到100分的演播室，一个重要的、值得我们记住的夜晚。让我们在杨志的这个辉煌运动生涯的画面里来结束今天的足球100分。再见，拜拜拜拜。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